泳儿呢日嚟到电台宣传新歌，即将举行个人演唱会嘅佢，唔知而家筹备嘅进度系点呢？而家要开始去筹备演唱会，其实时间都比较紧迫噶啦，因为而家都差唔多八月尾到啦，咁所以自己都紧张嘅，咁所以一有时间就会做运动啦，或者练歌啦，因为都可能会唱一啲之前好耐冇唱过嘅一啲自己 side track 嘅歌曲嘅，咁所以都要练翻啦。为了演唱会努力健身是每个歌手的指定动作，估不到身形纤瘦的泳儿都不例外啊。当然 我 大家成日都说我身形都不算肥的，即都偏瘦的，但是可能我给大家的感觉呢，就是比较弱质纤纤一点，好像风吹都会跌亲一样，所以我很希望自己可以 train 到自己更加被人感觉更加強壯少少，比較剛烈少少啦，即係譬如好似 train 到好似 Sammy 啊或者祖兒咁嘅身形咁啊。而一直都俾網友大讚身材豐滿嘅泳兒，呢次演唱會又會唔會走性感路線啊？咁我發現咧，啲網民咧雖然成日都即可能大家都會講下泳兒嘅身材啊，咁但係咧啲網民又好似唔太中意我特登去行性感喎，咁所以我有啲糾結嘅呢件事。即可能大家喜歡的泳兒都是健康一點，性感得來又不要太刻意，所以我都會跟 Styling 看看怎樣可以高調得來有一點低調的性感。